这是多少钱呢？这个是7000。像你这玩意儿肥点得劲儿。嗯。这包多少？对了。那个特殊那料子，挺好的。看着好像挺薄溜似的。薄溜似的，得劲儿这样的。行。那个挺得劲儿的，你就看喜欢这图案不？还是这个图案？哦，这个。行。好像是没有。行，这两个呗。他妈他妈不都准一年吗？不都今年？对。那边就剩10天的。还是你款的那个。来，宝贝儿，买个那个红色毛衣。给他爸买个衬衫啊，还是小衫的？小衫吧，宝衫衬衫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龙，今天跟媳妇儿又上市里来了，给老爸妈买套线衣，他们是本命年，然后一会儿再去给我爸选个小毛衫去看一看，之前给我妈买了，差我爸的了。1米75，多少斤？大哥，咱就剩他哥了，多大身份吧？不是，你说样式挺多哈。看这裤子，这个我感觉这个衣服穿着能得劲儿。好毛衫，你俩都会挑啊！好毛衫保证自个儿身上特别舒服。人家那个爸爸光穿衬衫，光穿衬衫的。哦，嗯，你好毛衫穿的香，我穿一下吧。别穿了，家都没换，不是爸爸。啊，直接拿这个兜就行啊。对，行。走吧，看比来吧。行，裤子啥的，兄弟选一条。那我们年前就别穿了，不知道干什么。来吧，选吧，孩儿啊！啊，这裤子料怎么样？行。为啥不选呀？裤子是能回来换不？行，你那个上张裤子，拎着，这爷爷的，给爷爷拎着，给爷爷的，给爷爷拎着，回家给爷爷啊！你不用嫁婶，妈给你买衣服了。走吧，啊，在这里呢，走吧，来，放这里，啊，爷爷的放一起，行，行，走吧，啊，让爸拎啊，走吧。那妈再买个小衫吧，红色的。啊，一年吗？不，本年怎么还穿红色的呀？这个行，不能大吧？因为他个儿在那儿，比他稍稍那啥，他矮点儿。矮点儿，因为我妈妈那个就是肚子可能稍微有点大点。另一个你让他松快点，不能紧了，你记得。这个穿着应该是能得劲儿，反正。算起不了球吧，这行。那小娇棉料的怎么能起球呢？谢谢来啊，用啥再来啊，行。不合适我就来换，没事，换个小的，但是你得快点，因为没有货。不是，换别的样式也行。行行行行，走吧。嗯，行。到头了。30号。